血清通常是生理性月经涌起性终止，或者是乳腺癌治疗引起的卵巢合成雌激素的功能永久性的丧失，其本质是卵巢功能完全性永久性衰竭，并不能武断的以是否有子宫出血为判断病标准。绝经标准有以下几条：双侧卵巢切除术后，年龄大于等于60岁，年龄小于60岁，并且在没有化疗和服用三苯雅胺、托瑞米酚和卵巢功能抑制治疗的情况下停经1年以上，同时血卵泡刺激素以及十二雄水平符合绝经后的范围，而正在服用三苯雅胺、托瑞米酚、年龄小于60岁的停经患者，必须连续检测血里面 FSH 及十二雄水平符合绝经后的范围。另外还需要注意，正在接受促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激动剂或者拮抗剂治疗的妇女无法判断是否绝经，辅助化疗前没有绝经的妇女停经不能作为判断绝经的依据，因为患者在化疗后虽然会停止排卵或者无月经，但卵巢功能仍可能正常或者有恢复的可能，因子宫疾病切除了子宫的患者虽没有月经表现，但卵巢功能可以是正常的，是否真正绝经务必进行卵巢功能检测后才能判断。